500块。永良 ，Hello。两尾三只500块啦，这尾搁3只啦，两尾4只500块，500块啦。有没有那码头鱼？是是是，上 Hello。两五只500，500块啦。这尾剩100块，6尾来500啦。这尾剩100块，500块。红马比较多，白马很少。500块，而且白马很红马，白马比红马还贵。你看，有人，你有听过白马王子？你没有听过红马王子的？今天无坐咧，坐三首。哎，说到码头，你会唱一首歌，叫做什么？红顶码头。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你大只，你老粗壮嘞，500块来。百块来，500块。David 来，谢谢你哦。我这边抬起来，怎么开300？你买五支啊？你要买话有支，你也买五支的。我现在有个问题，下来500块，500块。要求有够便宜，对不对？何英姐，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这种物件哦，秀琴早。这小我未买多钱。目睭金丝丝，正的老的，水。码头有。白马有吃起来有一个虾子的味道，我妈妈说的，我妈妈吃过一次白马头，她说她没有吃过这一种味道的鱼，她没有吃过这种味道的鱼，哇，而且很大只哎，你想宅配，她也想宅配啊，可是她没有时间宅配啊，还放回去。我跟你讲，如果宅配的话，他们单子早就爆了。啊，这土猪这水无人爱，这现捞的土猪，这哦，水的鱼仔拢上好。这有水无水，你来看卖着啦。这现捞的土猪，等于几只真正的着啊。现在这我一尾抬起好卖，用开你3-500-400，食尾两只啦，现在两只800，尾1000块，现在土猪，三尾1000块啦，现在1000块。那土鱼已经流行很久了。同款这四尾哦，我上一只5尾拢爱，一尾200块你无得买，现在1000块。有没有人要啊？因为现场的，那这个是运动来的，还没办法买这个。现在有看到的人，赶快来哦！他先秀给你们看的。我现在这三位过来500哦。放掉，放掉。最水的啦，外面。哦，差不多一个剩来，六只金翅是500块，剩来500块够两只，500块。哦，退钱。500块。新闻早。比较水。500，你这水